好。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综合十年来各地数据，充分说明，自从那个温家宝先生上台这九年时间以来，尽管他高唱和谐社会，他谈正能量，并把诸多社会问题推到所谓的毛主文革头上，但全国暴力拆迁、张继民众案件、剿朱镕基时代，增加了几十倍，达到了90000多起，其侵犯人权、血腥暴力程度，远远超过了文革时代。我们敦促当局尽快采取措施，兑现温家宝在那个两会上的诺言，解决数千万民众征地拆迁问题、上千万民众上访问题以及512遗留问题。谢谢大家。